京团的由来。海底捞鱼丸、鱼子酱、飞鱼、妖精、鱼蛋、金鱼海，叫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叫什么。为什么叫南京人？我也不知道南京人。2000 years later。等一下，要不你叫北京团吧，每天到处抓我。听到了吗？真是说一个苹果呀。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，大家好好珍惜。怎么样？五金团怎么样？听说你的粉丝一直还没有命名，是不是？粉丝团啊，知道。粉丝团叫什么？啊，护金团不是吗？护金团啊。因为我们在这边看有粉丝问，粉丝群可不可以叫鲸鱼海？鲸鱼海。对，你觉得这名怎么样？像海一样。鲸鱼海，我觉得不顺口哎，不顺口。护金团啊。啊。护金团就这么诞生了，仅于亲口取刀。